照谁比较多一些？应该是互相关照吧、可能工作上我照顾他多一些，生活上他照顾我多一些。但是你觉得徐徐就是生活当中跟探案的过程当中他的性格呈现出来一样的吗？有什么不同的地方？生活中这样都能观察得这么体贴入微，这么细致。来，我们来问一下徐徐，你觉得你师父他在探案的过程当中，工作中跟生活中有什么不同吗？三哥在工作的时候都是非常非常冷静，然后很机智很勇猛，甚至有时候会觉得他很冷酷，就特别是在对待蜗牛的时候他都很厉害。但是生活上呢，他又很随意很幽默，甚至有时候有点霸道总裁的意思、然后把我拎来拎去的。拎来拎去？你矮也就罢了，你也轻是吧？对，就因为我个子太小了，就随便、拎来拎去的。怎么个拎法呀？这个是导演设计的。拎一个，好，他们说要拎一个。这些呢都是经过艺术处理的。现实生活中，我们组的这个一个演员副导演、执行导演，他们两个人都是1.8米/9.9米的个，都特别壮。他们两个人都拎不动的，你觉得我一个人拼一只手可以拎得动他吗？试一下好不好？试一下。对，对我们艺术加工一下，现场大家不要看腿的部分就好了，看上面，好不好？我们来试一下，我帮你拿衣服，要不要？好。拎。是这样的。哈哈哈。哇，好霸道总裁啊！他表情好冷静，然后直接就把他拎到旁边了。哎，我想问一下，很冷静。对，被拎的感觉如何？还是挺开心的。还挺开心。因为有那种就是小女人，然后被男人呵护的感觉。虽然是。